谈一段惊世之情，想一份倾城之恋。大家好，我是您的情感导师文哲。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啊，老祖宗千百年相传的智慧都在劝人越糊涂越轻松，而不是越精明越幸福。现在的人不快乐是因为活得太清楚了，友情里有多少摩擦，爱情里有几本旧账都刻在心里，甚至觉得老祖宗的那份糊涂劲儿已经落伍了。其实这都是大错特错的，糊涂点儿不仅放过别人，更是放过自己。老辈人的忠告就是啊，三分醉，七分饱，八分待人刚刚好，你做到了吗？三分醉，喝酒的时候啊，三分微醉的感觉最好了。喝少了会不尽兴，喝多了会对身体和精神反而都没有好处。当然，这里不光是指喝醉，还指做人。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啊，非常懂得内藏道德。而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愚蠢迟钝，也就是说不管是做人做事都要带着三分醉，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要算计得太清楚。俗话说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友，凡事看得太过清楚明白反而不是好事。七分饱，孔子主张食物求饱，节食安慰，微饿才守得住健康。七分饱，三分饥，口中是意犹未尽的余香，腹中是恰到好处的满足。人的一生也是这样，保持适度的饥饿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凡事都应该有七分饱的分寸，不要苛求圆满，话不可以说尽，事不可以做尽，给自己啊留条后路。八分待人刚刚好。在生活中，大家可能会发现，越是无条件对一个人好，那个人却越不拿你当回事。古人说，一斗米养恩人，一升米养仇人。例子啊虽然浅显，道理却很深刻。所以说对待一个人啊，要保持些许的距离，才能让彼此相处得更加自然。待一个人别百分百的付出，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也给自己，尤其是对一般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，不可以全抛一片心。八分待人八分好是待人的智慧和分寸，活得太聪明未必是好事，未必就会开心。我们都讲究倒茶七分满，且留三分做人情，不妨把它当做人生的大智慧。话说七分满且留三分看人情，付出七分情且留三分爱自己。好了，今天文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有其他